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郑州。为什么我们来到了少林寺啊？就是说到郑州就少林寺啊。少林寺什么作用？少林寺是武术功夫。就是学武术的话会身体好吗？对对对。是吗？是的。不是你想学习而已吗？也有。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亮叔和柚子慕名而来观看武术表演。然而耍什么快干嘛呀？没有，来不及啊姐，我想看这个武术表演。表演还有几百米啊，累了。不行，我不想输给他。到了吗？这个前面吧。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喜欢肌肉喜欢武术的柚子看到武僧后开启了迷妹模式。哇，这个玩意儿怎么了？超厉害。哇，不错。哇，哎呀，我すごい。我们看到富翁他的展示呢具有一定的难度及危险性，究竟是哪一些信息？哇，死耶。帅吗？帅。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好帅。帅吗？每个人说帅帅帅，他一直在说帅。哎，你好，观点有吗？你在他这买？这个是怎么样？可以看一下吗？我刚才是觉得谁买这个东西？自己买。靠，只有你买了。其他的人没有。耶、yeah。天下武功出少林，在长沙胡吃海喝后决定自我救赎的亮叔和柚子此行来郑州少林寺的目的是学习养生功法。出来郑州，柚子决定继续拉上亮叔去吃河南美食。早饭吃什么呀，小妹？早饭是郑州的一个微信梦。微信梦，一个微信梦。怎么了你？越来越退步了。想不起来了。美食。啊。对。胡辣汤。胡辣汤？对。吃过吗？胡辣汤是什么？就是有点稠，不是稠的那个汤，就是这边臭吗？啊，稠，不是稠的啊，不是臭的。对，因为有一个郑州的朋友推荐给我一家店啊，这个，所以我们对那一家哇，人这么多呀，好多人排队啊，哇，这么多，我们几点才吃到？那个吗？对，这个刚刚的桌边的汤，胡辣汤，对对，配饼吃的吧？对，有那种滋补，有很多滋补。那我们点滋补的吧。要一个胡辣汤的票。哪里？胡辣汤取酸辣汤打底，加入肉类，再辅以生姜、胡椒、八角、肉桂等调料，清香行气，疏肝行脾。
看。为什么叫胡辣汤呢？我的辣的汤吧。那就。体は温めるものがいっぱい。那就很辣的意思。应该有辣。小心烫。なんかカレーみたい。え？我想吃。啊，カレーみたい。カレーだよねこれ。有点像咖喱。咖喱。辣辣。好辣。我查的时候说什么？冬天很冷的时候，有一个人熬出来这个汤，就是为了身体保持暖和。这个。因为好像很多人排队。里面是这个粉丝吗？牛肉加粉丝。牛肉盒子。好了，这个也可来。哎，所以说这个这样站着吃。狼，这个好像狼啊，你这样吃。这边的人是。啊，我是。能吃辣的，熬心。嗯，我也想。好了。站着这个比较好吃。反正比重庆长沙还辣哎。比烩面好多了。会被人打了。还没吃到烩面呢。吃饱后担心长胖的二人前往少林寺下院水浴寺进行消食运动。我们去哪儿？少林寺的少林寺后院。后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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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后院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林寺的后花园的感觉差不多。水浴寺，少林历代高僧大德修行养老之地，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哇！哟！哇哇！后面有山。这多耶！好，这好看，好看，好壮观。对对对。水谷寺。玉啊，水玉，水玉丝。哇，有人。小孩在这训练呢，武校的。哎。哇，看一下。练功。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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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啊！哈哈。哇。走。走。走。喂。哦。哦。仙人，这个突然出现了，感觉仙人一样。啊，不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像电影一样。嗯。开心吗？开心。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very one, I'm on. 滑手，怎么样？好帅！帮帮他再圈。哇，好帅！要钱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不就这个？啊，对了，男生那么好操盘，打的手不是？用肩往下。那是斜着，你知道吗？对吧？他是斜着过的，还是这样？转身，转身。转到这就我转身，反过来，反过来，转身，转身，那个掐到你个老子！哈哈哈哈哈！可以，超简单的，超简单的来，这都超简单。嗯，哦，啊，慢慢的，转转，可以吗？对，可以可以，很好，很好，他武功还胜一筹。这好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做的话很难。这次将由少林寺武僧师傅亲自传授养生功法八段锦。左右开弓，四射雕，马步。往下左右拉弓射箭。
斩，往后斩，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大拇指不要翘起来，对，对，往后斩，下一个，对，这个再斩，对，斩尖。这个手不是乱放的，不是这样的，啊，手是在腿上按的，对，往前伸，有两个腿，对，做完之后就是收气啊，为什么适合你们？就是说平时一些老年人或者一上班族，或者是在一些那个或者是在一些那个就是说一些平时在办公室办公的或者是一些商务的人都可以练。其实这是你们就是说不需要太快，只要是走出来跟着气息来走。食吗？我以为素食不好吃，但是真的好吃。而且我发现这边的人的皮肤都很好，不吃肉可能很好。第一次去少林寺，少林寺好看。你说的好看是那个肌肉吧？对，超美，他们的肌肉真的超级美。哦，对，花痴，不是。他看完那个表演之后，一直在说帅。没有那个哇，真的帅。艺术知道吗？艺术，对。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像他们那样的健康的身体。对。是不是最近忘记了一个事情？这个吗？对，啊，我们特意带过来了，我特意带过来了，演一下吧。可以吧？怎么样？115高压115。115好低啊！有点低。啊？由于亮叔肚子又不舒服，怕死的亮叔立马去了当地的药店。哇，中医，好浓的中药味。哇，哇，他在干嘛？那个麦面，啊，那个什么麦？算命都来了。这个不是算命吗？对，脉搏，脉搏，诊脉，诊脉。其实我很想见到这种人，我还没见过，就是那个什么，就这样子就知道。看中医都会讲。对，有人这样知道你已经怀孕了，或者，啊，你身体有问题，是吧？ Hello。 哇，太重口了。那不是河南人，就是早上喝了苦辣。肚子有点不舒服，胃不太舒服。胃不太舒服吧？对。那泡一杯这个。咖啡啊，
啊，山药粉，它这个里面主要是山药，就是它山药带皮儿经过麸炒之后，它能起到一个健脾胃，然后护胃的作用。啊暑い暑い暑いんだよ暑いんだよなんかねなんだろう就山药購入みたいな甜品都可以过来品尝我想试试这个红豆山药这个是红豆山药山药这个对有山药的感觉有吃出来中药的味道没根本没有，是吧？很普通的曲奇，没有感觉感啊，后面有一点点那种山药的糯对对对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对鼻炎好吗？这个都这我们有鼻炎，我是鼻炎的，鼻炎是吧？鼻炎特别严重的鼻炎，严重的鼻炎是吧？严重的鼻炎，我建议你吃那个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就是我们那个重疾牌的麦味地黄丸，那个可以。对你过敏性鼻炎特别有好处，真的吗？是的，肯定的。买一下，谢谢吧。不用买，这多少钱？我不用付钱啊！我们送你，送给我。哎呀，蹭了，送了你吃，好吃。一直对中医感兴趣的柚子，人生第一次体验了把脉。啊，刘主任，就让他们。啊，你好，这是你来体验。老人你坐，好。来，这个是右手、左手、右手吗？左右都看。啊，都看啊！对，我从来没有看过把脉是什么东西。我在视频上看过，都不知道怎么做。来，今年有多大呀？26。就要看你舌头，你这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呢？你近一段呢，这个过度劳累啊，工作有压力，你老提气啊，把这个气提得太高了，你这个底气就弱了，你会感觉乏力。其实很多人并不是虚了，而是淤堵不通了。其实你这个最主要是让自己的上下通畅，你的身体状况就好了。你要把脉。也叫号脉，号脉也叫摸脉，都可以。脉对，那摸脉，伸舌头让我看一下，好丑，不是，你脾胃不太好，是吗？对，你经常吃凉东西多不多啊？冷饮啊。少吃一些这些冷饮的啊，你吃多了以后不能喝那个凉啤酒吗？冰啤酒，这个冰的啤酒啊，寒气很重，伤你的阳气，喝多了它也伤脾胃。既然来到了郑州，黄河之行也必不可少。过去这个北上路都是上游，那边是上游啊。对，这个北是黄河中的北边。哦，这条路就是上游。淹下去，水还是有点浑浊，对。对啊，还是浑吧，还是黄。这是一碗水八碗沙嘛。啊，八碗沙。那郑州的养生之旅到此为止是吧？是的。怎么样？累了。累了吗？因为今天我拉肚子了嘛。又拉肚子啊？ 对， 对，所以我累了。啊，对，就像长沙的第一天一样。对，我继续拉肚子了。因为就是那个什么胡辣汤吗？胡辣汤。
太辣了是吧？对，根本不养生。今天我们去到那个中医的地方，然后才知道你是胃不好。胃不好，所以对你来说不吃辣就可以养生。对, 对, 对, 对，不应该吃辣的，终于知道了。这个挺难得的一个收获，一个收获挺大的。那下一个地方是哪里？北京。北京。对。北京。北京有很多北京干嘛呀？民间高手挺多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已经学到了武术，那下一个是找民间高手。哦。对。好，我们走吧，去北京。耶，北京的方向我刚刚查了。郑州篇到此结束，我们北京见。这个怎么用？然后呢？开关。哇、哦！痛ああ、この波が、うん、使ったことないでしょ、うん、波じゃねえかだって知恵だから教師だからああ、おお。で、脱掉比較好肌肉なんかエロいのハ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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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